晒，拜拜。打个电话先。喂，做乜嘢啊？我哋呢个时候应该尽量避免共用电话噶，因为电话嘅话筒系有机会沾染到口水，咁就会增加感染嘅风险啦。如果无可避免，真系要共用电话，就要在用电话的之前和之后用酒精或者1:99的漂白水去做清洁。这样做虽然是多了功夫，但是就可以保障自己和别人了。